家好，我是蔡子贤医师。你知道心脏会罢工吗？我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心脏的疾病，也就是病态窦房结症候群。这种症候群就是心脏罢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心脏它是一种自己会放电然后自己会跳的器官，那我们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发电厂。那心脏如果发电厂它罢工不发电的话，我们心脏就会停了。那停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血液打到脑部，我们就会晕倒，甚至会头晕。病态窦房结症候群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因为年纪老化之后，这些窦房结周围的心脏的组织退化了，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放电。如果你的长辈有不明的头晕甚至晕倒，那一定要咨询专科医师来就医，来接受咨询。他有可能就是罹患了所谓的病态窦房结症候群，也就是心脏罢工哦。